乾坤锅。这就是天女下凡时所携之物，此物时常发出异响。此物怎会有怪声啊？此物甚为严密，不知从何下手。劈开它。This is my 书包。午夜时分，月上枝头，谁为谁心疼？此为何物啊？这就是个手机啊。谁让谁心冷？只剩混沌，唯唯诺诺，还诚惶诚恐。阴差阳错，天地分别，谁成了英雄？黄汉宫阙之中，拖着他的寂寞，桂树花映霓虹，管他雕梁画栋，只愿成古墓中，化作一丝温柔。冰涛翻涌苍穹，是他遗憾相思愁。细细品尝。此乃何物？天地乾坤锅。这口我想了太久了，我。你尝尝，老好吃了。神明，这好吃吗？超级好吃，不过这么辣你肯定不行。就没有寡人不行的。这天地乾坤锅果然是神仙所赐之美味。没想到这天女竟如此精通浩劫。